今时今日咩都要等，出粮要等，等车等位，但系你健康一定唔可以等。同一个道理，如果你买嘅医疗保障系豁免等候期，咁即系话喺保单生效后，你就可以即刻根据保单条款得到相应嘅赔偿，咁就唔受任何等候期约束。嗱，如果上一集冇睇嘅朋友，我再讲多次。阿 sa 安盛最新推出嘅自信人生推广计划，投保指定医疗计划，即有机会获享豁免等候期。第一年仲有额外门诊同埋保健服务，包括专科门诊、物理治疗、全面眼科检查同埋季节性流感疫苗等等。仲等？快啲同阿 sa 安盛理财顾问倾倾啦！